嘿嘿，大家好，欢迎收看牛夫笑伟给我带来的游戏实况解说。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叫 Monumental Failure， 不朽的失败。哎，这个名字就很奇怪啊，一般不朽是用来形容啊一个伟人，对吧？要么就是一个文明。啊，你失败也不朽，你这个强行往脸上贴金啊。而且这个游戏呢是一个建造类的游戏啊，完全和这个标题啊看似没有关系啊。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反正就不朽吧，你自己不朽去吧啊，永垂不朽啊。那么这个游戏呢，就是你要控制你的这个小人人啊，搭各种各样这个历史上的文明古迹，让我们回溯历史，看看当时的古代的人民啊是怎样用人力建造出那么伟大的奇迹建筑的啊。有什么这个啊，这个金字塔呀，对吧？啊，有这个金字塔呀，对吧？很多很多这个古代的奇迹。那么我这个游戏也没玩过啊，我看到他介绍很有意思，就下来玩了。咱们从第一个开始，这个石头墙啊。那么这里呢应该就是我的人民了吧。啊，中间还有个女版的抽风是什么鬼呀？这个是男的女的啊？当时这个营养啊可能跟不上啊，很难出现这种强壮的人，对吧？啊，所以即使是女的，谁让你长得像抽风啊，你就被拉去做劳力了啊。我的小绿人真可爱。开始吧。哦，这个石头墙哦，我这是哦，摇杆，两个摇杆分别操控两队人哦，你左手右手要同步，这种概念的这个游戏哈、哦、啊，这个可以应该是有点难度的。那么有句话叫什么？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对吧？搭这个石头墙也是一样，我们要从第一个墙开始。你过来点，不齐了，哎，进去，哎，还是很简单的嘛，按住 A， 哦，就可以把它弄上去了，十分。我靠，看到没有，我有建筑师的天赋的啊。有个人给我打了个十分，神他妈奥运会啊，打分。我这里有点难了，第二块石头它有点难了啊，这地形非常复杂，很陡，有这个陡坡。你看，别，抽风终于上阵了啊。有陡坡就必须要力量大的人来。哎，这为什么两拨人这个走路的速度不一样啊？哎，怎么翻过来了啦？你过去，快，时间也不够了，有个倒计时的。抽风加油，抽风加油。哎，冲锋怎么上天了？好，继续过去，完美，十分。我靠，我太牛逼了！一共有十个石头要造，你们看，已经两个十分了。我看我后面的表现，这个不是更简单了吗？这有啥难的？哈哈哈哈哈哈！笑死大牙了。看来古代的人民啊，虽然造这种东西累，但是呢，他也不是没有什么难。What the fuck？ 为什么会卡住啊？你等等，哎。哎，怎么能掉下？哎，啊，这摆正点，摆正点，这个不好看，不对，这个没有十分了，摆正点。哎，要掉下去，掉下，啊，要不就这样吧，扒点衣服也可以嘛。我靠，开始用工程器械了吗？哦，你要这样，哦，你两拨人要这样，把石头，哦，哎，过来，完美，定，漂亮，9.0分，哦。哎，这石头怎么斜的？哦，这块石头就一个人，你为什么不每块石头都两个人呢？为什么这个要一个人呢？自己给自己造挑战吗？神他妈大吊车啊！好，定，这差不多了。我感觉我不应该要求完美啊，不然的话可能会更糟。这种游戏一般都这样的。这块石头怎么怎么的 ？What the？ 你啊？我们两个古代人民装了喷气式背包，天降正义来搭这块石头，还画了个靶心在地上，神经病啊！为什么要这样搭石头？自己给自己有制造难度吗？我好强啊！这古代人民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你看又来了，这为什么要这样啦？这个要这样，我知道，这个要这样。哎，好啊，这个看上去还有点，好像还有点可能性，对吧？这看上去不难，不像前面几关那么变态。慢慢来，我的世界真精彩。一个，哎，怎么？没关系。前面的路好像就只能一个人行走，之前的关那个石头怎么在那里呀、啊？哎呀，对，两位小家伙不要急，我靠，我被那块石头绊到了，你动我啊，掉下去，快，结束，哦，你又来了是吧？你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搭障碍在前面啊？这有什么难的？我不就过来了吗？哎，等会我两边我这两个人搞错位置了，哎，你到这来，哎，过来，慢慢往这飞，哇，慢，我回来。快，回来，不，哎，我操，哎，看我的，停，大家都不要动了，感受宁静，慢慢下去，这个男的慢慢下去，不对，这石板卡住了，不是这样造的呀，
你们脑子有问题吗？你有这么先进的科技，为什么不弄个直升飞机出来啊？好，差不多了，就这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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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有八分，整整八分，第十个了，第十个了啊，又是个靶心，我有不祥的预感。哎，我操你大爷的，什么鬼滑，什么滑滑板？哎哎哎哎哎，等等等等等等，我在哪里？我是谁？哎，其实这个也挺美观的，这最后这块石头，尤其是最后这块石头啊，画龙点睛之笔。挺好挺好，多美观啊！你看未来的考古学家过来，他们就会千辛万苦的绞尽脑汁的在研究为什么有块石头在这个远处，哎，更有研究价值，让他们的那个脑力啊充分的开发。哎，我这是为了子子孙孙着想啊。哦，那么接下来我们解锁了这两关啊，一关是像一个桥一样的，还有一关是个什么什么寺庙啊，我们来造这个寺庙。哎 what the fuck， 你怎么变成这样子啦？啊，这样不错这样不错，每个人头上都顶个铁塔，挺好的，托塔四天王。第一个石头像，大家挤一挤，挤一挤，取取暖啊！队形不能太分散。这个第一个还是挺简单的，推上斜坡就可以了。我辛苦你们了。为什么这个抽风头上这个塔没了？往旁边推推，这个歪了，这个歪了。啊，就这样吧。哦，十分漂亮。又来了，又来这个滑板了，神经病一样的。这个招的工人都是双胞胎还是什么鬼啊？哎，我，哎哎，别跑那么快，你等等我，石头像，你等等我。要推进去点，往右推一点，姿势要正，好好，不然强迫症说不不不不不不不，往那，好好，这里慢慢推一个脚，推一个脚过来，这不就正了吗？我好强啊，十分肯定的。呜呼，第三关又什么鬼主意出来了，没有一点点防备啊，这什么鬼啊？我之前说直升飞机，你真给我来直升飞机啊？怎么开始鬼畜了你？我怎么到天际省去了？哎，等等等等，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浮空头像，这是奇迹中的奇迹啊！未来的人看到这种东西要懵逼的，你知道吧？我已经想通了，经过第一关我已经想通了，我们要为后世的子孙着想，让他们懵逼，对，让他们感受人类文明的伟大。老司机开车了，哎，这个好玩，这个好玩，这种关卡我肯定是个十分，跟你们说，看到没有？哎，看到没有？前面走一走，好，回正，哎，不不不，回过了，回过了，一点点来，小鸡啄米一样。好好放上去，牛逼！没有十分我随便怎么样，我吃屎！我跟你说，看到没有？这怎么有这种戏？这是什么鬼呀？这古人的智慧真伟大，搭建筑的同时还要锻炼你劳力的这个应变能力啊！过去过去，不要好！哎，我操你大爷的！这个抽风走的好慢呀！等等抽风，等等抽风，一个人就想把活干了是吧？啊？等等抽风呀！好，最后一步了，最后一步了，最后这个陷阱。不碰到就又是个十分，后面三个人在看戏吗？走走，哎，我操，哦，十分，十分 ，give me ten， give me ten， yeah， 又是滑滑梯，我求求你不要这个样子，好吧？正中红心，正中红心，好像真的是红心，好像真的是红，你神他妈放烟火什么意思？烟火放早了你知道吗？打脸不啊，我就问你打脸不，你不好好搭个建筑，你还非要搞这些歪门邪道，分数低一点就低一点，我们要的是给 未来的考古有价值就行了。他们会苦思冥想为什么这个头像是倒下的，然后他们会猜，哦，当年有外星人过来了，巴拉巴拉巴拉啊，又来老司机了，这个我牛逼，这个我牛逼，马上转回去，马上转回去，现在就是考验我们真正实力的时候，看到没有？我厉害不厉害？你们莫竹兄问一下我厉害不厉害？哎哎哎！别转回来！哇哦！我跟你说，一定有9.5分，放偏了一点点而已。他这个数字写错了。哎，你在逗我吗？我从未见过如此作死的古代人民啊！强行放机关！我的人都卡在那里了，哎，我这个人过不来了，等会等会，大家等等他，大家等等他，不抛弃队友，那个怎么回事啊？我现在这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第一届空中拔河比赛现在开始，时代在召唤，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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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赌1亿绿队会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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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吧，我们最后给未来的人类一点思考的空间吧。为什么这个会在空中呢？
你们随便编故事去，就一条直线，谁开不过去啊？啊？哎呀，我这，哇，厉害了，厉害厉害，这是跑车吧？放下去，对，9.3分，漂亮。那么我们就剩最后一个石像了啊，成败在此一举。这，啊？你在逗我吗？瞄准一点，瞄准，神他妈弹弓啊！哎哎。有个石像越狱了，我们最终的得分63.7，还不错啊！只要过及格线啊，就是一种成功。凡事你只要过关就行了，没必要完美的过关，屁滚尿流的过关也行嘛，对吧？好吧，这样的话我们还无法解锁后面的关卡啊，它需要这个星宿，那么我们只能玩造桥的这关了啊，一个桥而已，我想不出有什么难的，来一个这个面具，隐藏自己，像一个刺客一样的造桥，你能再简单一点吗？请问你能再简单一点吗？笑死大牙了，这谁不会造？不是十分我吃屎，我跟你说。哦，它的难点应该在于，哎，这个抽风是什么意思啊？它的绳子绑在哪儿的？抽风拉得比他们快，你看。我要下面这两个小人有什么用啊？得得得得，还是有用的，两个小人用来调整一下角度啊，调整一下角度。抽风加油 ，OK， 挡住，往这一拖，这不就合上了吗？治愈强迫症。10分，第三关，哎，哎，这，快快快快快快快！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的劳动人民啊？这个游戏让我们看到了统治阶级的残酷的一面。这可以直接过去，不然就来不及了。这要直接过去，我明白的，我明白的，什么都不要，别说话，我明白的。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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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时间还充裕，整整一分钟，整整一分钟，让你思考人生。好，好，正好过去，怎么样？怎么样？又是个10分。又是个10分，慢慢来，慢慢来，有点滑啊！这，哎，为什么那么神他妈回不来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次任务没有完成，你们去死吧！9.5分啊，这什么玩意啊？等我，等我，等你过来，你过来，怎么有个人掉下去了？哎，又有一个人掉下去了，只剩最后这个人了，只剩一个人了。单兵作战能力强不强，就看你的啊！就这样吧，我不，我靠！哎哎哎哎哎！我没想到这个是会翻的，哎哎哎啊！呜、哦、呜、哦，差一点点就功亏一篑了呀，差一点点就马失前蹄了，哇、哦，命真大，命真大！好，好，好，都怪抽风太重了。还1.5分，这个桥中间缺了一段怎么办？这什么鬼啊？哎，你别告诉我弹过去啊！哎，这要出人命的！我的呜！第二下好，这个人要弹起来。我发现给我下面那个人挤住了，要下面那个人弹。你不要像兔子一样好吗？哎哎，过去下那个男的卡在那了，男的弹上来了，漂亮！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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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还可以，只是女的不知道到哪去了。我要拯救那个女的，我要拯救那个女的，我拯救那个女的，不行，哎，男的也下去了，神他妈用生命在蹦极啊你！这分数也不会差到哪去，哇靠，这看上去还可以嘛？啊，就一座，哦，这桥会翻的，好像，我日，我日，别别别别别，哎，就在上面，顶住，好。以后那些过桥的人啊，走到一半没桥没关系，飞到这里，到这里来继续过。这又是什么鬼呀、啊？神经病啊！左边摇杆控制女的，我老是左右这个摇杆控制谁，搞不清楚。就等他送到最上面，不用去搬到另外一个上面去的。我是看穿了已经。哎，哎，别！我扔。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等他转到离桥最近的，哎，哎，哎，我可以过来。我们离桥最近的时候结束啊，就这里。你给个一分意思意思呀，我们不能急，不能急，之前就是太急了。等他升到最高层，到另外一个板上去，再升到最高层推过去，可以的，可以，我这个方法可以的。等到两个板连接到一起的时候。
他们还在挣扎，他们还不想死。我如果放开行走剑会怎么样？他们死了。2:40，我挂科了。我挂科，这我不想活了。随便你照在哪里 ，I don't fucking give a shit。哎，你牛郎和织女啊，你还玩起来啦？你以为这是马呀？I don't give a fucking shit. Do you hear me? 哎，哎，哦，我无所谓，你就给我搭那么好，啊？我无所谓，你就给我搭个 9.5， 好吧？最后我们搭的桥是这个样子的啊，挺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一关又解锁了。叫 Moe， 看看能不能得到两颗星啊，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带个大闸蟹在头上挺好的。这是造什么的？哦哦，这是，我想请问你脚底下这是什么啊？是我今天在马路上看到那些东西吗？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还有左边右边这两人是不是来看风景的？挺好挺好，完成任务就好啊！你们四个都是哪吒，好吧，厉害了。哎，这一关看上去平平无奇嘛。哎，怎么这个石像下面有个轮子？哎哎哎哎，不要动不要动，让它自己哎放一放，像钓鱼一样，紧紧松松，紧紧松松，好好，这个位置不错，上去。哎，这个你不给我十分说得过去吗？你不给我十分说得过，哇操你大爷的！前面几关表现不错啊，但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了，因为我之前关卡都是一开始表现不错的。石像转了个身，石像想看风景，这个拳头是什么呀？哎，我靠，石像在掉芭蕾了，我人被挤里面了，我人哎哎哎，这是你不要睡觉，你不要睡觉，怎么像个棺材一样？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啊！好好挺好挺好挺好，我觉得让石像自己过去。6分及格，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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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整出什么鬼玩意出来了啊？这一关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比起之前那些那些硬损的东西，这一关就是你顺着路走，走到那儿放好，万事大。哎，停，我现在搞不清楚谁，我搞不清楚左边右边了。哎，不对不对不对，怎么又变成拔河了？不对。这个游戏真是我急死了，我哪吒又来了，哎，有这么高科技的东西，你造这种建筑费那么大劲，这古人的思想果然不一般，古人的智慧是我们是无法揣测的啊！来搬上去，这一关还是很简单的。9.1，哪吒们上啊！队形有点乱，集合一下，集合一下啊！不要急，队形乱，发型不可乱，好好，队形有点乱，等会我用左边这个人把右边这个人推过去，好。好，左边这两人，右边这两人，好，继续推，碰到拳头不慌张。左边这两人又掉队了，左边这两人我不需要了，烦死了，我就控制这两人就行了。哎，我操你，形势有点不妙，我去，我这个右边的人啊，下去把这个左边的人推上来，然后左边这个人啊，把右边这个人推下来，哎，这样队伍又集结了，只有50秒了，怎么左边这个人又下去？啊，不管了，不管了。左边这个两人我就放弃了啊，过来过来，现在我已经看不清了。哇，完成了任务，哇，这个分数应该高，9.2分。这是划船吗？要撞了啊，撞下好像没什么嘛，它自动会调节方位，这个石像也不会倒，它自己会站起来啊，它是个有毅力的石像。我一个人掉下去了，我在船上不动都会掉下去。到终点了，这一波可以的，我什么都没做。不要倒不要倒不要倒，就这样，好，可以，哦，8.7分，我就差8.4分，哦，就差8.6分，我就差8.6分及格。这一关，哎，反而表现比上一关好，我对自己的实力感到了惊讶。又是那个拳头，恶心不恶心？这些人这是都是抖 M， 这个古代这些人都是抖 M， 我跟你说，建个建筑一定要各种艰辛啊，你千难万阻，最后才能达到一个奇迹的这么一个称号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你考资格证书呢你啊？不对不对，我人的阵型又。
算了，我就控制一波人吧。我两个摇杆一起，我真的，我这个脑子反应不过来，我这个大脑现在是一团浆糊。你知道什么叫一团浆糊吗？就是有人像在我脑子里拉了泡屎一样，然后这些屎呢和我的脑子这个合起来，搞不清到底是什么是脑子，什么是屎。好像这一关还可以嘛？啊，这一关可以拿到 8.6 的呀，我及格了呀，后面两关可以相完了呀，对吧？没有压力了，这个位置好啊，这他妈是十分好吗？这是十分啊，怎么才8.9分？你这个，怪不得8.9分，这个鸟只有一个眼睛，真是的，怎么岩浆都出来了？我又要撞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控制这船的方向。我不乱动了，我不乱动了，我知道它最后总是会到终点的，我不乱动了，免得我的人又掉下去。哎，哎，哎，我没动，你都，我每次都牺牲人，真是的。好吧，怎么又有一个掉下去？我只剩一个人了。你的机器一定要拖住这个石像，知道吧？这是我们文化的瑰宝。就这样吧，挺好。8.2分，造一个建筑要死多少人？这是啥啊？神他妈，你造这东西还玩这种游戏的？玩的真开心啊，玩的真开心啊！我上面的人要不要一起掉下来呢？我靠，我就这样吧，考古研究有价值吗？好吧，最后我造的这个石像是这样的啊，挺好。你看这8个石像是4对情侣，最后那个石像为什么倒在旁边呢？因为他是单身狗，被这4对情侣给气死了。这就是我们文明的故事，我们把这种故事用石像的方式表达出来，给后面的子子孙孙研究。那么今天的这个 Monumental Failure 啊，就玩到这里了啊，挺有意思的一个游戏啊，这个用恶搞的形式呢，来展现这个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